你看，就差这一下儿。前中是龙，再生龙，再带上龙，哇靠！咱们现在给大家带来是拳皇十五的这场比赛啊，今天晚上对局是小孩对战大表哥，赢5500的赞助啊，非常豪气的赞助。比赛是抢十的啊，比赛规则抢十，赢5500输500。回旋踢之后再次圈手送，这里的话大家对于库拉连段现在经过这段时间的关注呢已经非常的熟练了。好的，巴蒂斯龙雀板这一套百万大神狙击加之后，大表哥的库拉又悬了，小孩的其他射许亮也是，哎呀，跳低跟吐口水相杀，手底克隆啊，手底都是一样，现在标配 K49。好了，继续来看现在这局来的齐亚社对阵大表哥，齐亚社这里被大表哥却摆一个下重脚，好了，继续来看现在这局，一批广州小孩，二批台湾大表哥，哦哟，这个升龙被小孩这里要再次缺乏了，晕了，再打一下就晕了，再打一下大表哥就晕了，大表哥没了，可相当于是二打一这个局面，三七克隆对战库拉，马上满两期的库拉对战三七克隆，哦，滑铲都是没有这个套路，现在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不再容易上当了，不再容易套到对手了。这边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库拉对战克隆，大表哥，大家觉得能够拿多少分，朋友们？你觉得这场比赛？哎，哎呦，好了，继续来看现在这场对局非常精彩。大表哥把小孩关到板边，这里被小孩抢了一个龙，这里大表哥却反升龙，大表哥能不能开张就看这一灯了。好，先抢了个先手，先把小孩血量给他打掉了一个半，哇，斐特西打击骗使小孩出招，前冲大铁头，目前小孩非常不利了，血量比大表哥占了，双方已经打到斩杀线了，都是来到了，你看就差这一下，前中是龙，再生龙，再带成龙，哇靠，漂亮！